欢迎收看本期焦点赛事讲堂。本场为大家解析3月13日3:30的 NBA。掘金对阵篮网，掘金主场威力十足，开季至今主场胜率超过80%，且最近两次面对篮网保持全胜，心理方面优势明显。篮网多欧出走，以西蒙斯愈发颓废，整体战力骤降，且球队客战表现相对疲软，掘金主场优势十分明显，看好掘金主场再添一胜。此刻对解析完毕，本期视频接近尾声，到了说再见的时刻，敬请锁定本场焦点之战。